来啦！小白哥，乔飞，你们几个迟到了。哦，那个，我们路上堵车有点。对对对。坐吧，马上开席。开酒吧。喝酒，谢谢。哎，我也不用谢谢。哎，不好意思，我开车了，不喝酒。哎，那，你也给我换成可乐吧，谢谢。没事。车呀，不喝酒你举什么会呀？哥，小曲奇。哎，我去，可以呀、啊，你没事吧？各位，一个个拿我开涮啊！对呀、啊，他套路我们呢。我告诉你们，全给我换成红酒，谁都别想走。到场。哎，开车的把钥匙都给我收起来啊！今天必须全喝到，全喝啊！来来来来来，到上。到上来，喝醉了今天。我酒杯呢，服务员，你拿这个干。我这干这，来，我跟你说啊，我钥匙就不交了啊，我带着司机来的。哎呦！喝口水，劳模。谢谢。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呢，这家教也不严啊。怎么说现在也是男女朋友了吧？假装的男女朋友。你呀，一天戏太多了。李杰森又不是没告诉你，他们今天同学聚会。装什么装？那你也不配合我一下。戏太差，接不了。我戏当然差了，那边上有些人啊，全套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内心体验表演法，演的那个投入那个真啊。你是不是肉痒痒了？哪不舒服？不跟你说这个，他们今天同学聚会，你一点都不担心？我担心什么？男人聚会无非就是老三样的话题，吹牛过去，吹捧现在，吹掉酒瓶。但是，还有当年的女人。哎呦，咱们有点饿了，小飞，你帮我点两个菜，那个水煮牛肉，西红柿炒蛋。大哥，现在是转场。啊，已经到了 KTV， 点菜谋啊，点歌 OK。知道，告诉你，虽然我喝多了，但是我看得很清楚，你的小白哥变成了大白鹅，你的小曲奇才变成了大汉堡。你不准说我的曲奇，不准说我的小白哥。
让让。宇哥，你知道吗？我今天特别开心，12年了，我又见到你了，而且我还坐你边上了。你知道吗？那会儿你都不跟我们女生说话，你都离我们远远的。我那个时候害羞啊。那我今天跟你说个事儿，藏在我心里12年的秘密。但是这个秘密它就是秘密，我们好好好，那咱俩心照不宣。你这么多年一直单身，你说我也一直单身，我就觉得这是命运，你知道吗？过来，咱俩喝一杯。那个袁海，喝杯酒，好不好？好，那我唱给你听。女人怎么了？聚会当然有女人了，这很正常。当年的女人，当年的情人，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谁年轻的时候没谈过恋爱？不过你看他们聚会，哎，就让我想到我们小时候那会儿，一起上学，一起偷吃零食，还是上课的时候，一起去路边摊，一起抄作业，还每天谁也不服的样子。没事吧，看看当代歌坛，一起追那些男神女神，一起经历那些起起伏伏，真挺好的。你那么怀念过去的时候，为什么每次我们聚会你都不去啊？我才不去。以前你以为那些男神女神，现在不是胖子，难说。以前雄心壮志的人也会为五斗米折腰，你说见他们干嘛呀？这不见你才能记住他们最傻最天真也最美好的样子。可这些就是我们的现在啊，就算你不喜欢不接受也好，那现实就是这样的。那人总得向前看，不能老活在回忆里面啊。你还记不记得那会儿哥们比现在还胖，是不是？我记得有一回那个财大校队是吧，来咱们学校突然就过来踢场，人家出招咱们得接，是不是？你临时就凑了几个踢得好的同学，直接就跟他们干了一场。下半场刚一开赛，咱们那个门将直接受伤就下去，这家伙把你给急的满操场摇人，满操场喊呀。所以最后你没招了，是不是？杨玉环，你上。我一想，我上，我哪行啊？我这200多斤一大胖子，啊，我从来也不运动，我上去以后，我这不是给你找事儿呢吗？喂，哎，你当时指着我鼻子说，今天不是我让你上还是不上，是你必须你得上场，你不觉得丢人吗？你记不记得当时？你是用脸接的球啊？哎，但哥们那球接没接住啊？对不对？你当时还跟我说，杨元海，我告诉你，今天你就是咱伯利最帅、最硬气的汉子，对不对？就冲这句话，老子今天就是死在球门这线上也值了。厉害！我也唱你这话。哎，咱们那个后来几比几啊？反正我记得下半场你连进了仨，但哥们儿也丢了仨，好像最后是不是还是输人一分啊？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哥们儿当时没怂吧？没给你丢人吧？所以我要感谢你，我感谢你一辈子。从那以后啊，我跟你说，我不怂了。我现在不光不怂，我还特别的有保护别人的欲望。我开了一个公司，安保公司，我手底下200多兄弟，都跟着我干。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全市所有单位、所有公司，
都要有我的人来守护他们的大门。千万别一天丢三个球。啊，南哥，南哥好。包爷，我真的衷心的谢谢你，这辈子你鼓励了我很多，帮了我不少，所以这杯酒让我们敬我们过去的青春。敬最好的我们。这不这么多老同学吗？陪别人聊会儿天儿。我看你一直一个人坐在这儿，跟谁聊天呢？得理不饶人啊！你总是找借口。你还好吗？你先。我挺好的。你呢？还是一个人吗？哦，是啊。是啊，挺好的。好吗？等你结了婚，你可能就明白了吧。我知道你来了我的婚礼，我呢，因为婚姻而选择了婚姻，现在也只能为了生活而生活了。你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任何一段美满的婚姻，它在过程中，你都会有10次想离婚的想法，50次的你争我吵，100次你甚至都会去否定自己当初的选择。其实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婚姻，所有的幸福，都需要磨合、经营，两个人去付出的。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幸福的。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最有魅力吗？什么时候？现在。关老师，只可惜我的天作之合跟我擦肩而过了。哎，你别喝酒了，我看你有点喝多了，我给你要饮料吧。我今天只想喝酒，来，敬曾经，敬未来。来，我们的歌，哥哥开始唱，唱歌，唱歌。
然而无论怎样，梦醒时你都来不及挥手再见。然而今天我却知道，这梦会醒来，却永远不会消失，因为它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你我之间。喂，喂，童宇，先别入屋，你可以听我说吧。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人平时挺能装的，对你总是忽冷忽热的，而且对很多事都很强硬？他只会告诉你，北齐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简单。他也有脆弱的一面，喂，在听我说话吗？我不管咱们俩是真的还是演，我想跟你一直演下去。对不起。你打错了，没事。谢谢你能听我说完所有的话。
我就送个客人到 KTV 门口接个人就走，不停车。那都像你这么说啊，都说不停不停，那都停这堵死了，那别人怎么走啊？那我到 KTV 门口接个人，我要方便是不是？那不停车不停车，没有位置，真的不停车，师傅不行，赶紧走。你走不走？你走不走？你要不走的话，我跟你说，我把车锁这儿了啊。你这人怎么那么难沟通呢？你啊，不行，赶紧没有位置，赶紧走，别人就没法走了。说了不停车不停车，接个人立马就走了我。不是，哎呦，你走不走？不走，我锁车了啊！看到看到看到！师傅，我们走吧。啊？不接了。走走走走走。师傅，前方路口直走。嗯，哎呦，我跟你说，你们三个这一早都给我笑醒酒了。那话怎么说来着？酒品如人品，欢迎你们三个现在马上到我家，来分享一下精彩的故事啊！我一个人睡得好香。啊。我跟你们说，你们几个稍微冷静一点啊！咱们现在先把昨天的事成的局面先总结一下。首先，郭老二一觉醒来之后，发现自己一个人在酒店里边，然后身边有雅丽的围巾。杰森呢，一觉醒来发现信用卡少了10000多。小飞倒还好，只是嘴破了。我这叫还好吗？我跟你说，老激情了，哎呦我去！我你们就不用担心了，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彤，看着我们眼睛说话来啊！我现在就在看着你们三个的眼睛说话呀，你们三个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想一想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回忆一下，开始。慢点。哎呀，你不用管我了，你回去吧。我就说跟你聊会儿天儿，怎么给自己喝多了呢？啊，到我给你送上去。啊。今儿喝了这么多酒，只有我担心你在去洗手间的路上摔跤。哎呦，我去！哎，
不是，你说同学聚会完了，你们干嘛都不管我呀？郭老二啊，我们都喝多了，谁管得了你呀？啊，你们先别吵了，是要冷静一点。你们吵架有什么用啊？你们仨呀，是那么没有底线的男人吗？不是啊。从现在开始，好好的回忆一下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所有的蛛丝马迹。咱们稍后联系。送我进来应该没脱鞋吧？这鞋码看起来应该是37码。铁傲真我。去，不会是他吧？我知道，你今晚想打电话的那个人不是我，但是我很庆幸，听到了你的心里话。好好睡吧，晚安。我说的嘛，昨天晚上他为什么会来接我呀？谢谢啊。嗯，不好意思啊。哎，我还想问件事儿。那您说。昨天我喝多了，送我来的那位朋友，他什么时候离开的呀？他昨天身份证没登记，上去没多大一会儿他就走了。啊，好好好，谢谢啊。没事没事没事，哎没事。啊，谢谢。没事。兄弟，到了。兄弟，结账吧，32.5。账单。
结账、啊。买单，买单，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别去去去，干什么？告诉你，你们都是女人啊，走开。杰森，你现在这么霸气，上学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买单呢？我在学校，我怎么没买单？我没请过你们喝过酒吗？啊！别闹了，你什么时候请过客呀？啊，那会儿聚会都是人家童宇买，要不然就是郭崇买，最次也就是啊向小飞买。你什么时候掏过钱啊你？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怎么没买过？我没有请过你们吃饭，没有请过你们喝酒。我告诉你，这个单今儿我买。哎，行了，你们别逗杰森了。账单给我。杰森，今天说好 AA 的，你别闹啊。AA 什么 AA？ 我告诉你，再给我抢，我跟你急啊！不准 AA！ 我告诉你，兄弟，我不差钱，今儿我买单，买了。刷。那个小白哥，这样哈，昨天晚上。就是后来咱俩，就没干什么吧。大哥，你别说那么猥琐行吗？杨元海把厕所都吐堵了，然后你陪我去了趟洗手间，当然你是在外面站来着。后来我们就回去了。这些我都知道，就是我就问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做什么别的什么事儿？有啊，你很贴心。很绅士，你还像当年一样那么可爱。那个就是我打电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告诉我啊，就具体我是怎么个绅士，怎么个可爱法的。做什么你忘了？你怕我难受，还把衣服借我披上了，这事我还没谢你呢。然后呢？我老公过来接我，我就走了。他还说改天啊，请你和童宇他们几个吃饭呢。哦，你老公来接你了，哎呦，哦，好好，行行行行行，没事没事 ，OK， 我就随便问问，行行行，那咱们常聚，好吧？好嘞。老公来接咱，应该没什么事儿吧？我去，那这怎么回事啊？这是？还有别人？娘啊！这怎么跟他交代呀？老婆。老婆，这是我妻了。谁啊？不是你小点声，许多呢。他早走了，你们俩有完没完了？一个昨天晚上回来批评他来吃宵夜喝酒，打电话不睡觉；一个早上我刚睡着，你敲门跟鬼畜似的。不就聚个会吗？要翻天啊？喂，艾丽。谢谢你啊，顾城，你还想着把围巾闪送给我，我都忘了。这不是应该的吗？我还没有谢谢你呢。那行，就先这样。好，再见。
我最喜欢这一段了。在我身上出现了某种沉默，我想我是在等待。然而我过了塞纳河，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哎，老婆，你回来了。嗯。哎呀，疼！哎呀，嘴巴怎么了？嗯，啊，我事先声明啊，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嘴巴之所以会这样，这事还得怪你。怪我？对呀，你老出差不在家呀，我想你呀。那一想你，我就喝酒，喝醉了之后，我就看了照片，我还仿佛看见你了。我以为你站那儿呢，我过去就要亲你，啪一下磕墙上，完了之后，你看嘴成这样了。编的挺好呀。天地良心，我绝对没编，说的全是实话啊！如果我瞎说的话，我骗你的话，我就不得好死，断子绝孙。你看，你看照片。要不要涂点药啊？不用，自己会好的。去美国给你带一个礼物。哇哦。希望你会喜欢。OK， 我先上洗手间啊。好。夏雨薇，是什么？老婆，这我能解释啊，我什么都……天地良心，断子绝孙是吗？够了，向小飞，我刘胜男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同学聚会我可以理解，但是我最恨别人欺骗我，滚！那个，就是在公司，你要干嘛？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但是我可以解释。昨天晚上你肯定过来接我，发生了什么误会？我没去接你。你不是发微信了吗？我临时有事儿，所以我掉头走。我不管你去还是没去。让你听我把话说完。昨天我们同学聚会，我喝多了，我给你发了一个微信，然后后来我打电话打错电话了。你不用跟我解释，不需要的。下班的时间离开这家公司，你该干嘛干嘛，你是自由的。但是我告诉你，现在是在公司里面，你不要影响我的工作。我也希望你自己能把自己的心思放在你的实验室上。还有，一身的酒气，麻烦离我远一点。这一刻，我突然间想起了早上岳子谦跟我说的话：“你不就是聚过会吗？是不是要翻天？”是的，我感觉天已经翻了。哎，老婆，你回来了。嗯。哎呀，疼！哎呀，嘴巴怎么了？嗯。啊。我事先声明啊，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嘴巴之所以会这样，这事还得怪你。怪我？对呀，你老出差不在家呀，我想你呀。那一想你，我就喝酒，喝醉了之后，我就看了照片，我还仿佛看见你了。我以为你站那儿呢，我过去就要亲你，啪一下磕墙上，完了之后，你看嘴成这样了。编的挺好呀。天地良心，我绝对没编，说的全是实话啊。如果我瞎说的话，我骗你的话，我就不得好死，断子绝孙。你看。你看照片。要不要涂点药啊？不用，自己会好的。
去美国给你带一个礼物。哇哦！希望你会喜欢。OK。我先上洗手间啊。好。小飞，是什么？老婆，这我能解释啊，我什么都……天地良尽，断子绝孙是吗？够了，向小飞，我刘少南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同学聚会我可以理解，但是我最恨别人欺骗我，滚！上次不是说帮你管钱吗？嗯、所以我帮你选了一个理财产品、嗯，虽然收益不是很高，但是风险很低。你看看，哎，但是我每个月的工资也没多少钱，不到20000块。我把银行密码告诉你。哎，你不用告诉我、嗯，你就打开你自己的手机银行客户端，你选一个就行，时间收益各不同。我看一眼，我们一起去。哎呀，是电话，我接个电话啊。喂，好，是我呀，是我本人。什么消费啊，比杰森先生，因为您的信用卡本季度从未出现过如此大额的五位数消费，所以我们必须打电话和您核实一下。昨天凌晨2:30那笔16000块钱的消费是您本人吗？啊，那个不是我本人啊，不是我。哎呀，是我本人，那个不用冻结了，也不用调查了。嗯，听不见啊，喂，喂，喂，信号不好，说什么？喂，喂。这信号也不是很好，一个调查电话没什么。对不起，我耳朵很灵的。昨晚你们都干嘛了？花了16000。算了，我又不想跟你撒谎。我昨天晚上我喝多了，我最后我就然后百阔把单全买了。倩倩，你别生气，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大手大脚的。但是昨天吧，我确实喝多了，头脑又发热，然后我那几个同学吧又一激将我就。一上头，我就把单给买了，我都买完了，我总不能让大家再分摊吧？那多没有侠义精神啊，对不对？你买单就买单吧，我也没怪你，但是你得量力而行。就不说你那些同学，你们哥们四个，你排老几啊？轮得到你吗？再说了，这通电话我要是没听到，你是不是打算一直瞒着我？啊，倩倩，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可能。算了。反正你花你的钱，我也管不着。不过你得好好想想，单不是不可以买，但是绝不能因为你幼稚、逞强、好面子。对，赚点钱真的不容易，杰森。如果你的人生没有规划，我觉得理财也不必买了。不是我有规划呀。我哎，倩倩，倩倩你别走啊，倩倩。你怎么来了？我跟着你一起过来的。你跟踪我？你是变态啊？不是我变态，是你态度变了。你看你干嘛呀？在公司一整天不跟我说话，我跟你解释你也不听。我真的不是不回你微信，我是真的没有看到。你后来去哪儿了？后来就我们哥几个喝多了，去了第二场。你干嘛呀？你这拎个包，你想去哪儿啊？童宇，是你跟我说的，我们彼此应该坦诚相待的。你为什么还在撒谎呢？我一句话都不想听。昨天我们同学聚会喝得有点尽兴，然后我喝多了。中间我想出去透透气儿的时候，我就想你了，我想给你打个电话。不是，后来我也奇了怪，这个电话怎么就
我怎么就拨到白毅上那儿去了？我像一个傻子一样跟他说了一堆，后来电话挂了，我回到了房间之后，我给你发了微信。再之后我真的喝多，我什么都不记得。你们男人在对待女人这件事情是没有一句真话，我真的不想听了。什么叫一句实话都没有？你看，电话是不是都挨着的？这联系挺频繁啊，啊，每天这么多个电话，这么长时间你说了什么？你不相信我？你们俩一起回去了，对吗？他送我到家，他就走了呀。谢谢你跟我解释，但是我不会原谅你。为什么呀？为什么？如果你跟白冰宁没有什么事儿的话，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撒谎？嗯？为什么骗我？嗯？许东，因为我喜欢你。就是因为我太在意你的感受了，你可以原谅我吗？对不起。寒潮南下影响，今晚申城突降大雪，这也是今年下半年的第一场雪，预计此次降雪将持续到凌晨。受到此次降雪影响，明早路面会有部分积雪，请市民注意出行安全。而未来几天随着寒潮的南下，温度将迅速回升，请市民注意增减衣量。
一切的问题，在雪中的这个对不起之后，都变得毫无意义。不管是因为什么而开始，结束的这句对不起，就已经让一切都结束了。为什么那么近，却又那么远？远的我似乎只能说一句，没关系。把手给我。嗯，我自己来吧。不是什么事儿都非得自己来。有时候，这个世界上不就是只有自己？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身边还有个我呢，你记住了。我声明一下啊，我很尊重女性，没有任何歧视。你就是个女人，别把自己活得跟个爷们儿似的，爷们儿都没你活得累。别那么死盯着我，会害羞的。哎。你这个男人啊，我怎么了？谢谢。有一部日剧叫什么来着？逃避虽可耻，但是有用。我觉得今天一上午的逃避啊，还真的挺管用的。
这手机静音半天了，不知道会被炸了。你今天的情绪跟他有关吧？你要不想说就不说。这雪下得莫名其妙，瞬间就来了，完全不是时候，然后又瞬间走了，只留下一片泥水。确实是有点莫名其妙。然而这一切都会焕然一新的，时间能证明一切。这马路上不又顺畅了吗？坐一会儿，歇一歇，你这心里边是不是也顺畅些了？别把所有压力都放在心里头。我认识的许多，不会因为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天气影响自己。我哪有那么厉害？有。这一路走过来，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心里清楚。这点儿算什么呀？你看啊。你和这个城市一样，从头到脚焕然一新，那是不是也应该换一个心情，拥抱下一秒？嗯，徐总好。哦，徐总，您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把上次 IC 的战略要点汇总成 Keynote 发给我，最迟今天晚上下班以后。有问题吗？没有。哎，许总，稍等。雨季就要到了，动物们面临迁徙，这是他们最悲伤，也是最动荡的日子。来了。挺快的。哎。臭小子，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啊？爸爸 ，surprise！ 哈哈哈哈 ，surprise！路过你这儿，我说先给爸爸打个电话，他呀非得当面给你说。什么事啊？爸爸，这你都不知道吗？后天是24节气的立冬，立冬后就代表冬天要来了。刚好我们学校要安装新的空气净化系统，这样我们立冬休息两天。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呀？学校里啊，老师希望家长陪同和孩子们一块儿去大自然啊。观赏美景。哎呀，爸爸想，要不爸爸请个假陪你一起去好不好啊？我本来想带他去公园的，结果，咱们也要劳逸结合呀。再说了，每个人都有假期的呀。爸爸答应你，好不好？那等会儿，那今天晚上就住爸爸这儿了，好不好？爸爸最好了。哎呦，他可满意了。哎，那
我先回去吧。好嘞，好嘞。嗯，乖了。啊，听话啊。嗯，走了。拜拜。拜拜，再见。再见。你的机器呢？怎么还那么弱呀？一点力气都没有。快加，一起玩。哎呀，太子爷今儿哥哥确实是没什么心情。哎呀，当小孩就是好啊，无忧无虑的。景哥，过来吧，叔叔陪你玩。你们受伤了？受什么伤啊？我考试没考好，跟学训练崴了脚，周末不能跟爸一起过。吉被打屁股的时候，也是这种表情。那你受伤的时候，你怎么疗伤的呢？玩呀，跟我一起参加运动活动。我可不想去公园，我想去远一点的地方。那你跟爸爸说，我想去哪儿？我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说走就走，从哪儿学的？去哪儿？爸爸，嗯，人家小木小宝都说要去公园爬山了，我可不想去公园。公园是小孩子吃的地方，不过你这是个男人了，不要这怕真山。走，咱们一起吃。哎呀，你就别烦你几个叔叔了，他们心情不好。你要想去的话，等爸忙完了之后，我带你去见见。嗯，他们到底怎么了？苍鹰翱翔天际，他们似乎从来不知道畏惧，永远向上，自由飞翔，去搏击长空。你们听到没？长相鹰样，从不畏惧，搏击长空。金刚虽然只是个孩子，但是他的话却给了我们哥四个莫大的提示。三十好几酒精事故，沉重的生活和复杂的情感似乎已让我们失去了一些勇气。生活、工作、家庭，似乎都到了人生瓶颈。这会儿出去走走，也许会寻找到新出路。我们真的需要一次不顾一切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当然，再不顾一切，可我们的说走就走，还是得先上班。哎，谢姐。哦，对，我这次请假是因为……你是说徐总已经批示了是吧？好嘞，我知道了。对不起，钱店长，你的假我批不了。商场这次活动呢，主要是针对 VIP 客户充值和消费双倍积分的活动。商场要求所有负责人必须留守店内。你要真有什么事呢，你可以找刘总，啊不，嫂夫人商量商量，反正这都是你们家事嘛。现在是餐厅旺季，你说今晚要调个班儿，为你的兄弟比赛加油，我同意了。哈，你倒好，得寸进尺，还要请一天的假。对不起，除非你辞职，或者病得不能自理，否则批不了。哎哎，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小郭，之前那件事你做得很好，崔老师把所有情况都跟我说了，你很有担当，扛下了这件事。否则如果传出去，确实对崔老师很不好。这件事是我错怪了你。其实也没有，我还是有责任的。
不过都过去了。现在呢，就专心准备好晚上的历史大赛，拿下冠军，然后好好去休假。嗯。好，今天的比赛正式开始。首先，我来为大家介绍今天比赛的赛制。我们的比赛将分为三轮，第一轮是抢答题，第二轮必答题，以及第三轮的辩论题。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题。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农民起义是什么？公元993年，北宋初代，王小波和李顺在发起青城起义的时候提出了均贫富的主张。好，恭喜国立大学回答正确。好，我们继续来听第二题。唐初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最高决策的会议是什么？正是堂会议。好，回答正确，恭喜财经大学。好，我们的比赛进行到现在，可以说场上的气氛非常的热烈和紧张，我们也共同期待场上究竟是哪一方才能够获得今天的冠军。我们的比赛继续进行。不行了，我这招是不是太狠了？不是，你也知道啊，我要先去战斗一下。什么主意不好出，出么馊主意。大哥，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我非常可以理解。我们可以吃些蹄膀啊、肥肉啊，喝些油的汤啊，再吃点冰淇淋，哪怕吃辣的也行啊。不是，你这个猫粮是几个意思啊？我跟你说，有一次我不小心吃到了岳子倩给流浪猫准备的猫粮，那叫一个酸爽，立马见效。哎，男人就得对自己狠一点。哎，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个搞不了，搞不了，真搞不了。夏小飞，俗话说得好，人不狠战不稳。你要对自己不狠，你怎么拿到病假条啊？你拿不到病假条，你就失信于兄弟，你失信于兄弟，你就不是男人。你连男人都不是，女人能喜欢你吗？你想想刘胜男，想想岳子倩。不听不听，王八念经。吃吧，爸爸。既来之则安之。所以我认为，也许在当时不被礼法所容，但是站在现在的爱情观和人类心理学的角度上，我觉得他们的爱情是应该得到祝福的。对于郭老师的观点，我表示无法赞同。我想请问一下郭老师，您的爱情观点是什么样的？对方辩手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女学生表白的历史老师，这种师生之间的情愫也是悖于常人理解的吧？对方辩手难道是在为自己辩解吗？主持人，我觉得对方辩友存在人身攻击的嫌疑。请对方辩手不要把问题引入辩论方。我只是就事论事啊。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可以代表国立大学来回答。从古至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权利去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在这样境况下的两个人，孤独的灵魂相互吸引，这是必然的。相比于现在，很多人说着相爱，却因为小小的阻碍就轻言放弃。所以，这份爱情，难道不应该是我们所尊重的吗？你是谁？主持人，这可以随意发言吗？我没有随便发言，我是国立大学第四位辩手艾米，因故迟到了，在这里想跟大家表示诚挚的歉意，也因为情急所以突然发言，对不起大家。这随意发言不公平吧？我还有话要说。我就是你口中郭老师表白门的女主人公。不过事情不是大家想的那样，我跟郭老师一直是非常清白的师生关系，我很欣赏他，他也非常尊重我，所以所谓的表白其实就是场误会。不过呢，对方辩手把这样一件无中生有的事情放在辩论中作为本场辩论的论据来攻击我方选手的人品，我想问大家，这算不算公平啊？不算。所以我申请加入本次辩论，不知这算不算公平？
艾米。郭老师，刚才太感谢你了，幸亏有你，你应该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胜利啊。嗯，不了吧，其实我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毕竟我中途溜了。嗯，而且郭老师你也不用感谢我，虽然我快毕业了，但是我永远是国立大学的一份子。还有那件事情，知道你也挺在意的，不过没关系，不会有人放在心上的。不，那件事我确实……哎呀，别啰里吧嗦的了，说了不会放在心上的，你快去庆功吧，走吧。艾米，你要有什么事儿，就回来找郭老师。知道了。谁呢？啊，恭喜啊，又拿一冠军。嗨，姐姐，昨天出来还有小哥哥呢，他们怎么一直都没见人呢？刚才不就在你们旁边坐着吗？我刚才没有看到他吗？哎呀，急性肠炎，病假两天，去卧床休息。搞定！哎呦，还好哥意志力坚强。哎呦，等等等等！哎呦，你别慌我。不行，我要去战场了。哎呦，等我等回去。哎，我说咱们又爬个山，你们带这么多东西干嘛？还住呢？还弄个帐篷，怎么了？那个到山上 BBQ 多好玩啊！你要出去玩，就玩尽兴一点，对不对，金刚？是。这些东西去年双十一买的，都没见过天呢。哎，正好能用上，挺好的呀。就懒得收拾东西。也带上养乐多。嗯。好好，拿来。来，给我坐，这装这儿。爸，哎，我们能带上这个吗？非要带它干嘛呀？我们可以到山上放飞它，让它像我们一样自由翱翔。给带了啊！带了带了，来给我。哎，放在你杰森大爷的包里啊！来来来来，去你的呗！对，金哥，咱们五个好不容易一块出去玩，想带什么玩具全放我这儿啊！我跟你说，现在卷儿纸最适合你俩。嘿，谁呀？你啊？我来找金哥。进来。金哥，看谁来了？听说你明天要去爬山了，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医药包。里边呢有感冒药，还有拉肚肚的药，还有创可贴，但是你吃的时候要问一下爸爸。最主要的是这个小车车，如果在身上有蚊子欺负你的话，你带上它，它可以保护你。谢谢师徒阿姨。哎呀，那有人欺负我怎么办呢？对呀，谁来保护我呀？我保护你俩呗。哎，我谢谢你啊，客气了，客气了。哎。金刚，过来，快点吃的，我把巧克力带来。我那一天跟你说的所有的话都是认真的，就记下来。等我回来，咱们两个好好聊一下。好，我等着你。车轮滚动，我们远离熟悉的城市，
奔向未知的旅途，这让最近压力重重的他们三个放松了下来，而我却有些焦虑和不安。然而路途向前，渐渐的我却突然有了一丝期待。这蜿蜒的公路犹如人生，即使未知，却总要向前。哎，哥几个，你说咱这次郊游会不会跟那个美国大片一样，咱们来个艳遇什么的，会吗？想多了吧你，好好开车吧。怎么了？你压着什么了？我石头吧。那你看见胎压？左后轮胎压不对了。啊？压停下，停下去。费劲呢。这个怎么了？扎胎了啊！扎胎了，那怎么办？备胎啊，换胎吧。来来来，换。借小火炉。好，这边插着啊。慢点，慢点。哎，小心。不是工具箱呢，千斤顶呢？你这车后备箱太小了，我要装那个 BBQ 的烤盘，我就把工具箱和千斤顶都拿出来了。不是大哥，跑长途这点常识你不懂吗？谁能想到轮胎会出问题啊？那怎么办呢？你手拿手拧，要不？哎呀，好了，别耽误时间了，赶紧打救援电话吧。救援车过来最起码两个小时。我不想回去，我想爬山。这大儿子。这怎么还哭了呢？啊！爸爸倒是有一个办法。过来，嗯，兄弟们过来，等一下听我的，保持微笑，甜美，亲切啊，亲和，亲和。来来来，来，来车了，来车了。哎，这大拇指是不是？哎，微笑啊。哎，有一车过了，来准备啊！来了，微笑，还真有一个。停车了。